好，小姐。谢谢，我不喝陌生人的饮料。他说要请我吃饭啦。对啊，接下来就等等等等嘿。让我看一下嘛，我会把自己藏好啦。这么巧？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可是我感觉怪怪的耶。其实捡到你皮夹的人根本不是我。这么巧？我也并不是皮匠的主人郑源。那你是谁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郑源的哥哥。秦秘书说事情都办好了，明天就会见报。什么事情会见报啊？不是说好了吗？是办不了公事。我欠你一场电影。你喜欢我什么？眼睛、鼻子，还是我的水？但是你根本不确定，都喜欢的外表底下，到底藏着一个小偷，还是一个品格有问题的我？